我们要盖建一个新的粘土房子进去，然后说都有个洞洞在那里，有洞洞食物就跑进去。你不能用自己的粘土去补它，你不能用自己的粘土塞你的牙齿哦。你现在很努力吗？呀哈，我们记得，我记得，请小阿姨拿给你哈。啊，三分水哈，我们已经把塑料桶刷得很干净哦。我们等一下要补粘土哈，因为啊，对了，看到，这样很大，你才可以快一点哈。我们等一下就赶快先努力不回家，然后我们就哇，干净的粘土。它上面有数字，我有看到。你有看到？嗯。这是水在数字前面。黄金、黑人、黄金、黑人。